还记得2001年由杨丞琳搭配张孝全主演的偶像剧《最后决定爱上你》，当时播出是造成轰动，稳居同时段收视率第一。如今剧组首开先例，把它改编成动画版，不仅把女主角杨丞琳变成了 Q 版，也找来了当时的男女主角张孝全跟杨丞琳配音，原班人马现身配音，也勾起不少影迷回忆。这是你所代言的婚戒，是模特生涯中最后一场走秀。之后你就要担任爱的原罪女主角，你的压力会不会很大？4年前杨丞琳和张孝全搭档的偶像剧《最后决定爱上你》播出后收视率亮眼，现在更被翻拍成动画影集。好漂亮，愿意嫁给我吗？一条金色的头发，右脸还长了一颗痣，女主角的设定看起来和杨丞琳至少有80%像。一起喝吧，忘记情伤最好的方法就是喝酒。一起喝，醉几千愁。你跟唐爱伟吵架了吗？跟你一样被甩了。谁跟你一样啊？你跟唐爱伟是过去式，我跟以翔还是现在进行时。华人电视剧首次改编成动画影集， Q 版动画不仅有电视剧主角的影子，为了强调原汁原味，就连配音也请本尊出马。别担心，你在干嘛？万能的山猪神。现在又要干嘛？配音经验丰富的杨丞琳一秒变身粉红猪，收放自如，让剧组大大佩服。最后决定爱上你从电视剧改编成动画，打算一周播出2集，不仅勾起影迷回忆，也再度引发话题。 UDN TV 综合报道。